全部马不准备投堂透场赛事五班千二米嘅草地赛大热系四。王琦居好，你一起步啊，飞碎啊，快闸嘅入边醒目再临，仲快，中间仲有明月千山，外边咧就系呢只帝豪精彩啦，最出金刚石都抢啊，入边葵涌精英出闸快，跟住佢大约第六位嘅，外边位置就电信飞弹啊，红眼罩啦，但又尾唔到啦，合金之星内栏紫色眼罩，中间睡眠攻略出边扬名冠爵啊，尾二系嗰只翠儿啊，暂时包尾系辣德娇嚟嘅，好啦，咁转弯中间啊，前面带头系金刚石啊，第二位嘅马咧外边位置就明月千山。内栏绿色三只飞碎啦，响出边帝豪精彩蓝眼罩第四位啊，中档第五位咧蓝眼罩啊葵涌精英啦，红眼罩出边第六位仲有电信飞弹啦，博内栏就是、醒目再临，博入边仲有合金之星啊，好啦，正正又直路啦，咁啊占先嘅马仲系金刚石啊，咁啊中间帝豪精彩同埋明月千山一齐上紧嚟，入边啊飞碎啦，咁啊再后多层啊嘛，仲系电信飞弹啦，马林中间合金之星亦都追紧，大外档嗰边辣得叫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金刚。食仲系占先少少，从个马林中间合金之星上紧嚟，出边仲有扬名冠爵大外档系辣德娇啊，接近终点，中间合金之星都好有机会先拔头筹，打开胜利之门啊！扬名冠爵就跑第二，金刚石咧就放头啊，咁啊结果跑过第三啦，第四名啊由包尾追上嚟大外档嗰只辣德娇，咁啊结果前中段贴栏嘅合金之星末段响二百零米中档穿上嚟，啱啱到先啊！第二名噶嘛，扬名冠爵啊，第三名。放头金刚石第四名嘅后上辣德娇，包合金之星潘顿啊，先拔头筹啊，咁啊，最后五点六倍啊，第二名啊就系澳嘅扬名冠爵啊周俊乐，第三名见到九号啊金刚石彭国年，六号嘅辣德娇跑翻第四啊，波件事好似慢咗少少闸喎，辣德娇啊黐住条栏咁追翻个第四，早段都较后位置嘅合金之星。头场的预计派赛啦，跑第一名八号合金之星独赢五十六个半，位置派二十个半；跑第二名正五号嘅扬名冠爵，位置派75元；跑第三名九号金刚石，位置派30元；跑第四名就系六号嘅辣德娇，连赢五搭八派五搭八派742元；位置 Q 五搭八派250个半；八搭九派106元；五搭九派416元。而重彩八号五号顺序派1344元，单 T 五号、八号、九号派2712元。时间系偏慢少少，1分10秒58。虽然头段唔系好快，追马好似着数啲。第三届预计派彩啦，胜出再派 A 一隔夜半热门派26元。因为场地慢，跟住扬名冠爵先跑好啊，林地好噶呢个血统呢啲马，咁但系要等下喎、啊，好彩今日有少少毛毛雨落啊，再加佢自己有啲进步咯，只马系嘛？系啊，睇翻134名咧，早段都系贴栏啊，佢嘅全程是三叠嘅。诶，嗰只咁嘅帝豪精彩望空冲都唔加速嘅。我就係話咯，早段都唔係好快步速噶啦，咁就係叫，唉，真係都係失望。金剛石啊，叫做頂到個第三，明月千山都係啊，咁、那個位都冇乜問題啊。金剛石啊，康啊，古中啊，上前啊，積極啊，都跑得幾好喎、啊，彭國年啊，算係咁啦。好就嗰只電信飛彈慢咗閘啊，即係冇人頂佢啊。佢試過啊嘛，因為佢喺從化試過嚴重漏閘嘅。第四連環嘅預計派彩啦，五號、六號、八號、九號派6412元。
四重彩的預計派彩，八號、五號、九號、六號啊，順序派157,563元，有幾好分喎、啊！呢啲近排嗰啲五班彩都好分噶啦、啊嗯，雖然過千都七百幾蚊 Q 啊，好嘢啊潘頓，幫你隻未贏過嘅馬打開勝利之門。都敲緊門㗎啦，落嚟五班，咁啊，終於揾到潘頓，放到手啦。我都以為佢嗰個位，哇咁厚，會唔會塞車咧？好彩留後啲好啲。佢都嘥咗一段時間揾位嘅。係啊，但係因為佢力短啊，所以咁啊，最後可以留到段力啊，衝到上嚟啊！結果頭場的連贏位都挺好分啊，七百幾元。一街揀得好啦，就陽明冠爵位置都七十幾元啊。嗯，今日偉達手馬嘅，其實睇下可唔可以贏翻多啲成，好多第二啊，偉達都嗬，因為有啲失魂嘅。但下一場已經係熱門啊，當家精神。嗯，都做足而嚟㗎。係啦。同天鵬亦都冇問題啦，較早前亦都已經達咗標噶啦、嗯，即係個頭馬數目。係啦，季尾開始要講達標喎。富利馬斯張漢威啊，同阿潘頓翻嚟啦，再來影片睇下嗰只電信飛彈四檔啊，就係喜琴，跟住話跟住撞埋嗰只合金之星同埋嗰只葵中精英都有啲即係論盡添。前邊啦，咁啊明月千山出咗嚟，佢就唔想話帶嘅，都係望下左望下右，睇下邊啲馬走啦。結果金剛城喺外邊殺埋嚟嘅，守住個內欄第二就係飛碎啦，中間明月千山走外搭咧就係帝豪精彩，電信飛彈就跟佢嘅，中路咧係葵中精英貼欄醒目再臨啦，再後一陣都係三隻馬嘅，陽明冠爵就三搭，二搭咧睡眠攻略，貼欄就係頭馬嘅合金之星啦，包尾一對翠兒同埋辣德嬌。頭段咧就唔係好多馬搶噶，咁啊所以十二檔嘅金剛石啦，咁啊肯拱咧，咁啊都夠快十多馬欄嘅。而第一段步出都慢咗啲噶，第二段先正常翻啫。拉雲咧都屬於中等偏慢步出嘅賽事嘅，咁啊步出千萬咧就嗰只金剛石咧放到翻嚟咧都散唔曬噶。咁啊合金之星啊，佢啊依家喺鏟鏟黃黃走嗰只啦，咁啊都揾咗輪位嘅，都未話認真望到空。咁啊拉屎咧喺中檔捐咗出嚟咧就都越衝越勁嘅。咁啊落重飛嗰只辣椒咧，咁啊掟出大檔追得唔錯啊！咁啊，帝豪精彩，原來望空三碟，其實走位就要同上次一樣嘅，不過今次翻到嚟咧就騎落去就唔多。咁啊，外邊衝一號咧都有啲嘅，一隻辣椒咧，另外後邊嗰只翠兒咧，其實佢都追翻唔少噶。有隱隱，醒目再臨啊，差唔多全程都塞車啊！咪位置 Q 派彩啦，五搭八派250.5元，八搭九派106元，五搭九派416元。三甲派彩勝出，進入 A 一格夜熱門派26元。二重彩八號、五號順序派1,344元。四連環啦，五號、六號、八號、九號派6,412元。四重彩派彩八号、五号、九号、六号，顺序派157,563元。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24秒24，第二段22秒48，末段23秒86，完成时间1分10秒58，慢过标准时间6线左右啦。